赛嘛，是就是中国很好的一个长距离耐力赛了，所以我们希望它能一直办下去，可以带更多的朋友过来比赛，过来感受一下草原上的风光嘛。一般从比武赛都没这么一下骑过100公里，这三天的确我感觉很好了，能同时跟世界各国还有中国的各地的高手在这个美丽的草原啊进行比赛，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今天这是我第三次，前两次就只跑了马拉松，今年是草原王，感觉呢非常爽。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赛事，感觉这边挺美的，真的很漂亮。加油！好美好美的地方，就算是拿不到成绩，我也骑得非常非常开心。